好，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今天的非常完美。我今天来到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叫做和平果局。为什么我知道这个地方呢？是那天我跟我的朋友路飞，就我们一起吃饭，然后认识了公哥，就说这个地方是还原了老北京的这个老胡同，对吧？对对，老胡同的地方。我说啊，还有这样的地方，那不是很酷的一个地方？他说对，而且是在王府井的百货大楼的地下二层，很大，2000多平，所以我今天就过来参观一下。我们整个空间就是以这种沉浸式的老北京的一个体验，以这种文娱消费为主要的一些元素环节，并且呢，我们这个未来会有很多的这个新的一些消费内容，比如说年轻人非常喜欢的那种沉浸式戏剧啊、剧本杀啊，还有脱口秀啊，这种演绎的内容会在我们的这个场地里面去进行不断的生产。对对对，我听东哥说了一下，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理人也很神奇，是个编剧，所以呢，他很喜欢去淘各种有意思或者是一些限量版的一些稀有的一些书籍，所以有很多在外面买不到的书，其实在这里是可以找不到的。哦，对，哇，这种限量版的书籍上，限量两个字就很吸引人。然后我们这个结合这个图书的部分，还会有很多这种文创的小商品，不就是蒸汽眼罩。是这种宫廷的，蚕丝的，对，这个是也是我们这儿很受欢迎的，就是这个红的活字印章，你可以在这里面找到你的姓氏、你的名字，这也可以当钥匙扣，随身的携带。但是这个好重啊，它是纯黄铜的，哦，纯黄铜的是吗？对对对，所以它重量会比较重，放在手里比较实在。对对对，很实在。有个很有意思，就是我最近跟那个常小亮，一个北京人，做了一个新年的日历。你知道念鸭什么意思吗？念鸭吗？有求于人，不知说暗示给对方，就是北京话。然后呢，用这种通俗的语言告诉你这北京话啥意思。熬鹰，我这我知道，不睡，我知道。对，提了，低冷，低冷，就跟那感觉一样。英文名字低冷 ，My name is 低冷。就是你这鸭鸭有多少斤？对，称的重量。对，你说我猜。哎，不如试试北京人，我来给他过。比如说，不赶趟儿。不赶趟不是那个东北话，这个我估计太那个啥，逗咳嗽，少跟我在这儿逗咳嗽。哎，我的妈呀，这个是啥意思？全虚全野，这我还真没听过。你是北京人吗？全虚，买本学一下，买本学一下。哎，这个很有意思哎。对，如果你有北京的朋友的话，就拿这个去考验他。这是小时候的一些零食，现在很多地方已经找不到了。然后我们这个小卖部也是特别受欢迎。妈呀，这个麦丽素，我可以买一包吗？我要吃。可以啊，可以，直接吃。无花果。哇，这个天啊！以前小时候到5毛钱1块钱一包吧。那口哨糖还有。我的天啊，这不是小时候的吗？小时候最喜欢的，请嫁给我，然后自己给自己带上。哎，小时候的味道哎，可以。零食可以。哎，这是我的小包吗？那我就不客气了。可以，就是小时候那个课间的时候，一定要去小卖部。你不好意思，我来。还有这个口红糖，是不是感觉今天包也没带大的、那个？没带。对，哎，记工单是啥呀、啊？划划单。这个，我小时候没吃过这玩意儿。吃。小时候比这小，以前那个可火了。对，这个好好吃、哎。感觉。可以在这个小卖部待上一天。好，下一站。好，下一站。这个是我们这边也是非常特色的大北照相馆，也是有百年历史的。北京人有一句话，就每年都要到大北照相馆拍一张照片。哇，复古老照片。对。妈妈，我来给你来一个合影。好。来，低点头，看我少露点牙。下一个。你也照一个穿肩章的，还有一个呢，穿吗？可以啊。可以，来。再去整整去。妈妈再拍一张，带军装的，这个真的很可爱。这动作，然后包括那个打扮，都是按照那个老照片的方式来。钉子布是妈妈的。哎，挺好的，挺好，看着。哎，真棒啊！再来一个。
我觉得真的是很值得留念的，我觉得应该要每年过来拍一张，而且照相馆今天是100周年，好吗？哇，好吗？你看，看。拍的真好，谢谢谢谢，拍的好，看一下啊啊，这是第一张啊，这个是第二张，第二张好，谢谢谢谢，这有一个小机关，哇，这什么呀？能看到的全部都是我们的师傅自己手写，他经常会现场直接去这个题词作诗的这种，现场写诗，非常厉害，非常厉害。这都是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比如说做一些这个，包括你在这个扇面上写一些网络流行语，全村人的希望，扛把子，可以来看一下我们刘师傅做的这两幅图啊，非常有意思。这两幅全部都是一笔写下来的。这个受108种字体，108种字体，对，从里到外，里边是107个，加上外边这个108个，而且是一笔做下来的。哇，真的耶！全部都是连在一起，一笔。哇，这个好厉害啊！对，这个福音百寿图，哇，对，这个真的是。送给爸爸的礼物的那种。刚刚师傅说给我免费设计一下，对呀，让我来看一下，师傅给我设计的这个签名。然后我的用笔方法。你可能没太接触过，还没看明白，OK， 我跟你说啊，这既是一个雨字头，也是一个飞翔的飞，你看上边的。哦，好，谢谢谢谢。仅供参考。谢谢老师。没什么。哦，这个可以，这个太牛了！哇，我哪个是你？这个，超级满，哎呀。算了，我不适合玩这玩。有很多人来我们这玩一下午就玩这个，因为像外边找不到这个，对，这种游戏。别啊！我要死了！算了，不玩了，不适合我。再见。我们场地会有6个飞鱼项目，是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玩的。这个是皮影儿。哇！算了，对，你可以试一下。啊，师兄。这猪八戒，他就要 L Elsa。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pe it can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好可爱呀、哦！哇、哦，还有那个奥特曼。对。哦，这个也很好看，比如说这种麻将居委会。这边是我们的这个修理电器的店铺，开着修鞋摊，修个鞋吧。哇，这个小鹿好漂亮呀！这个很厉害的是，比如说像这个，可以随意把玩。我们的这些老师傅都是这个非遗手艺传承人。好可爱啊！哎呀，妈妈，你臭美啊你哈！看一下我们的这条胡同也是，包括我们的这种老式的这个洗脸盆，然后毛巾啊什么的。哇，这里还有蛐蛐叫声，是真的厕所？这是真的厕所，就是说个笑话，就有些人以为我们这也是个场景，所以我们就在门口贴了个标识，请注意，这是真的厕所。没有，你请注意，这是真的厕所，说的也感觉像假。然后还有人说，哎，这味儿也仿得挺真的，绝了。年代了是不能再吃了，不能再吃了。还是那种老式的饭盒，对。哎，这真的太适合拍照了，对吧？对。哦，我没有，我在拍视频。我拍这儿，拍这儿。我记得在那，假笑女孩。走。这是药店。真的有甘草药呀。干活就你们别碰我。这后面是有电的，我就想看它从哪发电的。对，比如说我家睡眠不好，我就可以让它给我调一个睡眠的香包，然后里面就放麝香。《甄嬛传》，这个上面的是79，对，
这个是三十个，这个白票他已经进入状态了，他已经来购物了。这是啥呀？朱砂朱三。整体的质景是药房的感觉，然后它就是有香囊和这个朱砂。对，哇，杏仁豆腐二锅头味的冰激凌。涮肉冰淇淋，豆汁儿冰淇淋，这啥呀？豆汁儿冰淇淋多难吃啊！来尝试一下，可以。我觉得三个味儿我都尝一下。还有醉销魂。哎，这杏仁豆腐好吃哎。好吃吗？豆汁的，哦，这有豆汁的味儿。北平涮肉，我觉得是。就你不要想它是涮肉的味道，它其实是很重很浓的这个花生的香味儿。这是二锅头的那个那个挺香的，但是它没有、那个。这什么？这是二锅头。这豆汁儿。尝一点点。哈哈，真的很重。要吃进去。我告诉你，但是它没有真正的豆汁。给他拿一个别的味儿的，让他缓一下。给他拿，你这么夸张啊？真哭了，哎，不妆花了。哇，真的很臭啊！有吗？臭啊！救命啊！救命啊！这太难吃了，哇！你知道这个有不过年的时候吃，还可以尝一个。你要是要那个豆汁的，还给他配胶圈。五仁和豆汁儿。杏仁豆腐这个好好吃，尝了这三个，这个绝对是最好吃的，给他比个心。哇，那个豆汁我要吐了。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面包现做的，打包就拿这个牛皮纸打包的。还有这个啊，老北京糕点。对，然后就相当于这种饼干桶，他可以拿那个纸打包，哎，那个可以。咱俩继续往下飞，然后去打他们啊！嗯，你是红的，你是红的。对。喂，这个有一个生命，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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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你不吃，我吃了，快吃快吃！哦，那个是要吃的呀。啊。不是你不行啊！游戏黑豆。姐的身体也跟着舞动。哇，你看我的炮，看我的炮弹，我要打大 boss 了。你自己玩成这样了。嗯。Round three.对，这不是狗。完了，我要输了，我要输了。三个都选女孩子，我们就女子军团。好猛呀！女爱。哇哇哇哇哇！加油，起！好了。今天的这个和苹果局的参观到这里结束了，玩得非常非常的开心。今天在这里能够看到很多以前老北京的一些文化与潮流，复古 vintage， 它就很多可以玩可以吃，然后并且可以拍照的地方，就是真的这个是可以体验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它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集中能让你好好的感受这个老北京的文化的一个地方，真的是一个很适合打卡的潮流的地方，而且我觉得并不只是适合于年轻人，带我妈妈来，我妈妈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好，我觉得大家可以如果有机会来北京，或者是北京的朋友，你可以带上爸爸妈妈，或者是跟你的闺蜜好友们一起组队来这边打卡。还有